喜欢吗？各位喜欢我今天精心准备的衣服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觉得那是露点，你们看不到，那只是一个无聊的胸贴，不要兴奋。林湘46分钟私密片，香港疯传，经纪人回应一千家境比较不好。毕竟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，谢谢你们，就是从我刚出来到我现在一直支持我，然后我未来也会继续在球场上、在节目上、在任何地方继续发光发亮，继续发光发亮，继续发光发亮。能让广大乡民们一下赞爆一下虚爆的，大概只有林湘了。近期呢，除了被疯传进场爆改、丰胸这种新话题翻箱倒柜，香港啊更流传一段46分钟的影片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里面穿什么，给你们看到，看我今天穿网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穿娃娃，不要一我站起来，你们全部粉就是人数都增加，你们真的是很变态，糟糕。好啦，我知道了啦，你们不要那么兴奋，好不好？我脱了，还可以吧？喜欢吗？各位喜欢我今天精心准备的衣服？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觉得那是露点，你们也看不到，那只是一个无聊的胸贴，不要兴奋。直播影片中，林湘穿着黑色薄纱，头戴兔耳朵，看似啊是人瘦到了一定程度才把外套脱掉放松福利。对此呢，经纪人回应，林湘做过许多打工，谢谢大家，未来他还是会努力工作的。你有后悔吗？你不是我台湾人说卡走哟。啊，到底林湘素不素尊的？有网友挖出他17岁的外拍照，质疑根本是二度发育。我很想记得，可是我记不得，怎么这样子？这个绝对不是，我可以发誓保证，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外来物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自体脂肪，就是它就是真的。如果未来有需要 ，maybe 我可以去拍个那个 X 光照片给大家看，它就是真的，我敢发誓。大家都说它是假的，我现在来亲自验证。天哪，很软哎！到底谁说你是假的？我从小学6年级就开始发育，而且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运动、跑步类型的东西，我是田径队的。以前的绰号叫做瑞希，瑞希的写真呢，或是外拍就可以看到之前还没整形的照片，觉得以前跟现在长相真的变化蛮大，很励志。对，我认识他的时候是长这样子，就是兔宝宝牙，很可爱。对，所以牙齿很重要，牙齿很重要。我这边奉劝各位想要变漂亮，整牙是必备的啊！如果你有多余的钱，就是可以再做一些 something。我真的不会觉得我很讨厌我以前的照片还怎么样，就是因为以前的我也是我啊，我完全也没有删掉以前的照片在我的 IG 上面。以前的我也接受，现在我当然是变得更好，更有自信，我也更喜欢啊。除了澄清车头灯是原装的，林湘也曾表示，其实啊从来没说过不想靠奶当花瓶，而是想让大家更认识除了身材以外的地方。要